我现在我这已经十碗火急了，行了，别吵了，都咋了？快说，这里是医院。哎，大夫，我肚子疼。我先说，大夫，我早上吃了十碗牛肉面，现在肚子疼的不行了。你说你一个正常人，这十碗牛肉面能不疼呢？你呢？大夫，我什么我？大夫，他给我比赛，他吃了11碗。滚！行了，啥都说出来。应该是消化不良，给你们开个点滴吧。 医生，你们吃了没？这肚子一疼，还没吃的心有点慌。就是，总感觉少点什么。你们看你们这个样子，还想着吃呢。啊啊！你给我掉的这是啥呀？一点用都没有。要给我上点火锅汤吧，那还能舒服点。火锅汤？大夫，要不你给我掉个珍珠奶茶吧？我行医这么多年，也没见我掉过珍珠奶茶和火锅汤的呀。那是你早没碰见我，你早碰见我，早这么掉了。那啥，你准备准备吧，就上火锅汤。 给你家奶茶又来了，哎，等等，大夫，怎么没有珍珠啊？来，你自己打，下面记得针头，怎么能放得下珍珠？给自己打。哎，你还别说，大夫，肚子还不疼了。哎呀妈，你可千万记得，以后再别乱吃。没滋滋啊！从没见过这样的病。 点击下方“油膏”视频，加个关注呗。同学们，我们班考试每次都垫底，问你们什么什么都不知道。这次呀，我们换个方式来考，我们不考课本内容，我们考放屁时间。啊，老师，放屁？老师，放屁算考试内容？对，咱们呀举行一个奇葩考试。那老师怎么比赛呀？谁放的屁时间最长，谁就满分。而且老师呀奖励粘土玩具，开始吧。那我先来，你们看我了吧。 那你捂那么严是干嘛呀？对呀，你戴口罩干啥呀？老师，你等会儿就知道了。刘哥，你这披萨我都没抽死了，我快被你熏了。刘哥，停一下，老师，我在那。老师，马上再坚持一下。刘哥，这披萨我抽。 放，老师，丹丹，你俩这，哎呀，这屁，有多臭呀！嘿嘿嘿，老师，丹丹，那是粘土，我就不客气了。点击下方油膏视频，加个关注呗。今天发工资，但是就只能发一个人的是吧？每次都是这套路。不对。 这次呀，人人有份，但是啊，发工资之前要玩个游戏，玩游戏，玩什么呀？游戏啊，就叫捉迷藏，只要藏那个人呀，让我找不到，工资啊双倍，这么好，那我该干什么？数了，一、二、三。哎哎，来来来，哎哎哎，你傻呀，藏房子里我又没发现。
回去了。算了，工资都发了，走吧，欧阳。坏了，丹丹，丹丹，别睡了，工头好像跑了。丹丹，跑了？工头跑哪去了？工头都跑了，谁发工资呀？我今天一想，我就觉得这事不对劲。这么冷的天，还玩的什么捉迷藏？走啊，还睡啥呀？赶紧找工头去了。英宝，你等等我。哎，工头，啊，英宝，现在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追呀！走。点击下方游高视频，加个关注呗。您好，您查询购买的车票暂无余票，请及时更改您的行程安排，谢谢。喂，妈，今年过年我就不回去了，我没买到票，你和老爸记得保重身体，我会想你们的。妈，喂，丹丹，教室别锁门了，我今年不回家了，我挂了。你先回家吧，要不然你赶不上车了。老师，我有一个想法。别人万家灯火，别人家庭温暖，就让我一个人孤独终老吧。啊，尤哥，你怎么可能是一个人呢？对呀，老师和丹丹都商量好了，等你买到票以后，我们俩再回去。不错呀。那么，老师，丹丹，你们……哎，尤哥，不要太感动。老师，丹丹，我尤哥是个懂得感恩的人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尤哥，没事，只要你不再惹老师生气就可以了。只要你不再抢我的好吃的，我就烧高香了。放心吧，丹丹，老师，走，老师给你们做火锅吃。老师，原来你这么善解人意啊。尤哥，你这个马屁精！哎呀，我去。点击下方游高视频，加个关注呗。我就不相信挣不到钱。走一走，瞧一瞧，看一看了，有想学跳舞的没啊？大手的教跳舞了，走一走，看一看。老师，你说游哥这是要干嘛呀？我估计这傻小子呀，想赚钱买票回家。老师，这么冷的天，谁出来呀？况且他一个学生，谁相信他呀？等等，咱们这样，这咋没人来呢？跳舞了啊，包教包会，老年迪斯科啊，青年迪斯科，没有不会的啊。这现在人都不爱运动了，生意不好做呀。哎，美女，你这教跳舞吗？啊，是不是包教包会啊？啊，包教包会，100块钱，必须会。我想学东北秧歌，你会吗？会，啥都会。我，你说巧不巧，我最会跳这个东北大秧歌了。等一下啊，来，拿着。
站好了啊！看好他，盯着我的小步伐和手势。一个大舞台，哎哎，两人唱起来，唱的是二人转呢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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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你这跳的挺不错的呀。必须的。好好好，我这有个事，我先走了。给。嗯。好人呐，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呢。哎呀，终于挣了这第一桶金，可以回家买车票，可以吃大肘子了。好人呐。耶，终于成功了。好，请问你有时间吗？嗯，你好，你们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我们呀就想帮帮他。您看您方便不？嗯，可以，这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吧。就前面那个跳舞的小伙子吗？他什么舞蹈最擅长？东北大秧歌。行，没问题。慢走啊，哥，我叫油膏，喜欢再来啊。滚！尊敬的旅客您好，很抱歉，您预计西红柿开往大风瓜东的D10086车次余票已经全部售出，请您关注。这不行，我就不信了，买不到票，我得亲自去看看。有哥，干嘛去？点击下方油膏视频，加个关注呗。